2018年6月18号，湾仔北有新路启用。新启用的道路会连接龙和道和博览道及博览道中。中环往东的车辆可以经过龙和道，靠左线前往会议展览中心二期及金紫荆广场，或靠右线直行前往港岛东区及九龙。同时，一段博览道已经封闭，会议道东行的车辆已经不能够经过博览道前往会展二期。警方在此呼吁驾驶者应及早安排行车路线，留意新启用的道路上的指示牌，小心驾驶，避免意外。